96年生的，我自己是今年生的。24岁的时候，就是24年，我遇到脑受伤，遇到意外，失去半个脑，失忆，完全失忆，我得重活另外一条命，整了容7次，还有我的需要砍我的脚，拉长寸半。我在新加坡，虽然我读多两个文凭，可是很难加入社会。到现在还没有工作，可是我上一个课程，我要做物理治疗。请问你，我怎么样才可以变成一个社会的贡献者？你几几年属什么？1969年，鸡年属鸡的。怪不得了。什么呢？你有牵绊，就是你挂碍太多。你这个鸡啊，整个就在这个鸡笼子里出不来，但是你的头一直从鸡笼子里往外伸，所以你就是说很多机会，但是你都做不到。对不对啊？对。台长告诉你，你的智慧不开。曾经有一个公司对你很好，想要你的，你讲话太多，你有些话不应该讲的，你也讲，人家把你当成脑子有问题，你听得懂吗？懂。你逢人就说我脑子不好，我脑子这个地方，你逢人就说我脑子的半边是面粉，右半边是水，我头一晃就变浆糊了。你不能讲的，听得懂吗？懂了。你其实现在的脑恢复应该很好，我看已经至少到65%了。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只要对人家善良一点，对人家好一点呐、你不要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呐、你是有才华的人呐、你应该在年轻的时候，在没有生这个病之前，你很顺利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。鼓掌。我得到总统徽章，突击队军官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告诉你，你还能再恢复。你现在几岁啊？48。我看一看啊。你真正的运程要超过49，你的生日之后3个月，你开始转运，你可以一直到66，这几年都会有运程的。谢谢。但是问题，你现在想早一点，我就劝你多念经，而且不要吃活的海鲜。好，是。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的。你知道你吃了太多活的海鲜，你还有一个致命伤，你知道吗？是什么呢？好色。你不要难为情，这是很正常，但是问题必须要改。一个有事业的男人不能好色，听得懂吗？知道。我跟你讲了，你谈过很多，你开始事业很顺利的时候，人家女孩子来了，你说哈哈，呵呵，来者不拒。我告诉你会伤精神的，对不对啊？自古皇帝哪一个活得长的？太多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讲话你好好听着，没有人肯讲你人们这些话的，只有我冒着被你们骂的危险。听得懂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后的59之后的6年，这是你的黄金时段，你可以改变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婚姻。我讲话你听得懂了吧？你像你这种人做个 supervisor 那是个很小的事情了，你做个 manager 都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，你现在脑子一点都没有差，思维很正常，只是你想不通为什么让我得到这种病，为什么让我在生命巅峰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样。我告诉你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人一辈子不会永远顺利，人一辈子也不会永远不顺利。对，谢谢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说对不对啦？对。好了，好好睡你的觉，不要晚上睡不着。曾经坐过很大的位置，现在一下子放不下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好，有一个女士叫我帮她问，那女儿1999年生的，是兔年生的，她的女儿小人下半身瘫痪，不能控制她尿。你的女儿啊？不是，一个女士叫我帮忙她问。啊，就帮忙看一看。帮忙问。几几年的啦？99年的。他问需要烧多少个小屋和
给多少，放生多少，他要那数字啊。大家听到了啊，以后全部改成小屋，你们一天念几多少张小屋啊？那么还老屋呢？小房子，小房子啊，其实呢最重要的讲要经文组合是最好听的，人家叫小房子已经叫了，这样改改不过来了。你以为你说小屋大家都改了叫小屋啊？小房子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99年属兔的。小女孩是吧？对啊。哎呦脑子出问题。有点像唐氏综合症一样的，不会讲话，还不大会讲话。哎呦，叫他赶快许愿了，身上有两个大灵性啊，明白吗？他这个病医生很难看好的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叫他赶快念小房子，大概要680张。680。叫他放生，叫他许愿不能吃活的了。好吧。好。其他的没什么。这孩子现在 身体增长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脑子不行。他的妈怎么认识你的啦？他跑来找我帮忙他。是吧？他很积极。人家为什么会找你呢？因为可能我的脸发光。你看，改不了的，大家听到了吗？哎呦，我的桃花盛开呀！哎呀，你倒蛮有信心的嘛，好不好啊？其他没什么，像他这种应该做个总经理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要对人好一点，不要太精。有时候精过头了，人家反而会看见你防备。一个人不要太精，随缘一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好做人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可以问，帮我朋友问他的女儿吗？多一个。你准备问几个啊？呀，这就后面还有很多了。一个人。还有啊，你问吧，说吧。好，我朋友的女儿，她，我朋友要问她可否有什么灵在她身上，使到她现在已经40多岁了，还没有工作，还没有工作，还没有工作，每次在家里吊，在家里，对，要念多少张小屋？对，小房子，或者怎么样？几年属什么的啦？40多岁，他龙年，我朋友说是龙年生的。不好意思啦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掉过孩子太多了。他应该婚姻现在非常不好，应该没有了。你叫他如果硬要婚姻的话，求来的可能也是冤结啊，会一直打架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叫他好好念姐姐咒，然后念87张小屋。小房子。然后呢，叫他好好的念念往生咒。往生咒。往生咒，他过去性格比较坚强啊，得罪了很多人，叫他好好的放下，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样我需要你说叫他随缘。随缘。他命根当中有一个男的，脸比较大的，年纪比他大大概10几岁，你问问他能不能接受。不戴眼镜的，以后蛮喜欢他的，反正不是你。他否则又想了，我的桃花又盛开，又要么又盛开。好了，这样我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，还有放生多少呢？小房子叫他念87张呀，放生叫他放280条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我呢？你呀？你现在想求什么？我求要成为一个社会的好的贡献者，可以帮助提高社会的生命。你有一个朋友现在做得挺好，你过去跟他关系很好，现在不大跟他来往了。你过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看看他，
跟他聊聊你的情况，他明年会帮你，帮你的话你可能会到政府部门去工作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现在自己脑子里一想你就知道是谁了。嗯，知道，谢谢你。知道了吧？对，鼓掌。